伫咱
那个中油诶，迄个回馈金1.9亿嘛，无用伫咱遮无到三成，所以政府有量毋拢一只，建设无半人一只，所以你来放开呗，你来放开呗。干，顺路的高雄市政府对不对？是。恁爸犯污染。坐坐乡亲都足愤慨，为什么高雄市政府，咱伫去年，逐年拢有办这个反污染，竟然派人派到一个官员都无，真正非常的愤慨。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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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够生气。南车无到台湾，我开发，看到就伫上金的这金山，要到乌山头来屯南车，这有要求过无？有。反国军。反南京，反核心，反码头山事业的起舞，反码头山事业的起舞，请教高要求棍干什么？干什么？高雄市政府的错大小，党高雄党那个心高，你看好唔好？好。那大家看后边有只海龟，你无通知大南部较早过去，有海龟在这个沙滩放人，跟人吃龟仔姜。在想要海，搁海豚，国光师傅伫中华大城，一个阮妈祖位会当转弯，我的海龟需要会当转弯，我的海龟互伊无去啊，伫南区叫伊拢甲存漂去，我要叫请一个海龟天水，吼、哦、来顾咱的环境，这就是今日的意义，我用这个庙会的环境，庙会的这個程序吼、哦，来做这今日的音乐的活动，搁准备一支头旗要扫亮。哦，够开又够，这就是经验传闻那些经验。你政府讲，万万无量，万只要健康。虽然经济加增加，环境是非常充实，但是咱的政府刚刚受到经济，咱无受到环境保护，所以必须交税金交价，所以讲干，怎样政府？去年2015年，全台湾悬浮力的平均浓度是多少？47.7。大林埔测站。去年一整年悬浮微粒的平均浓度是多少？高达71微克，71。二氧化硫，全台湾去年的平均浓度是3.18 ppb， 3.18。大林埔测站测到是多少？11个 ppb。全台湾最严重的地方，甚至于比六轻、麦寮、台西这些地方还要严重。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努力在帮这里改善污染，我们看到这里的污染，临海工业区的健康风险评估里面看到苯、甲醛，接下来，苯、甲醛、乙苯、氯乙烯，这么多都是石化污染物，我们还要考虑盖什么石化专区吗？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句标语，请大家一起来喊：反对石化业扩张，反对石化业扩张，让烟囱倒下，让烟囱倒下。告诉这个政府。在他们在发展经济，他们在担心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有担心。那我们的孩子担心什么？他们担心那么多的烟囱，那小鸟以后不飞进来了怎么办？他们担心工厂排放废水，里面的鱼死掉了怎么办？海边以后他们不能去玩水怎么办？那这个是我们的孩子的担心，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听得到他们的担心，在你们在拼经济的时候，帮他们留下一片。他们可以安心生活的土地，这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母亲想要给孩子的承诺。这个承诺不是靠我们做不到，靠政府、靠企业一起努力才做得到。谢谢党高雄党部。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除了支持水资源的五大诉求，我们还想要呼吁民进党政府不要再放任这些污染扩张疑虑的产业继续开发下去。我们想要呼吁他们让。工厂的排放污染的成本内部化，让工厂自己处理它的污染，然后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尽量加速产业转型的脚步。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将政策透明化，扩大公民参与。像前几天两场的公听会，我们觉得很遗憾，他们几乎是没有先事先通知沿海六里的居民去到现场的公听会。所以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放弃先开发、后补偿、后补救的思维，停止这些有污染疑虑扩张的开发。好，全国不止咱这公园，
头前是咱这公园，进车开了，大台车在走，这你会分开袂？这你会生气袂？霸凌我们，等同把我们当成一个笨兽下棋，这里绝对不是宜居城市。我们要告诉全台湾、全世界，这里是垃圾城市，这里不是宜居城市。我们的研考会代表告诉我们，把狗屎管理好比较重要，把所有的狗屎都赶到这里来管理，这样对不对？对。我真的非常的愤怒哦，所以要借由各位在今天各位的力量来告诉我们高雄市政府大家长陈菊，还有我们市政府小英总统，要正视我们的声音。最后，我们要以我们要健康，不要药袋来结束。我们要告诉蔡英文政府，我们要告诉环保署，我们要告诉经济部，我们要健康，我们反污染，要健康，要健康。好，谢谢我们呢，真的非常感谢哈，因为呢现在的温度呢